中华肉咱买多少份？一天一房吗？今天杨总，你好。啊，好多吗？压根上去谁买的水果？好的，我喜欢多少？那给你买套五花肉回去，就挂一块肉，小肉藏了好久了，一下嘛那就。要得好，谢谢。两姐，这个买的还可以。这套我不要的这些。这个要，这个好，这是熟的。哦，不要，不要那个啥子。这个你们需要的。我不要的，只是让我看。啥子可以，那不要的，好卖点的。我们家那个大爷要吃，我也不得煮。先把这个肉给划成条条。今天这头五花肉买的好。再把它切成一坨一坨的。小蕊今天下午才得回来，那天喊我煮坛子，我说我就是不煮给你吃。这个切好的五花肉还得用盐巴腌一下，还多讲究。这个肉就不想洗了，腌好了再洗。要翻起翻起腌。这个坛子肉还是汉源那边的美食特色。小二娃上回吃到了，回来就扭到我给他煮，我一直没给他煮的。这次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啊！放点肠的，你早上拿出来炸。过来。你有什么啥子好吃的吗？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你心心念念的大同喜，给你个惊喜，来打开，我尝的好吃的，这啥子肉？坛子肉啊？是的，你想吃的嘛？我今天弄起，明天就可以炸了呗，高不高兴？可以的嘛，这五花肉买的可以的嘛。是噻，你看哪个买的？把这个肉要洗一下。上面这个给它刮了，我是第一回煮坛子，不晓得煮不煮得成功哈。该沥干水分。煮这种坛子肉，一定要用这种猪板油，放得又久，然后越放越香。油捞下更高，锅头留点水。哎呀，烧火小能手啊！来，你坐在那，妈妈去看一下锅头啊。坐得帮妈妈把火候看到哦，哦，谢谢哦，小伙夫，烧大点哦，哎呀，你太灵感了。你们都看不到我了是不是？我在这里，这烟子太大了。炸那个火候要控制好，不能烧大火，也不能烧太小了。我发现小儿娃喜欢吃的菜都好复杂哟。我把这个肉都给它炸脆，炸干，炸起出来好香哦！这个，要把它捞起起来。这个面都可以爆得挺了，把这个肉装在这个坛子出来。哇，把这个坛子装的花椒香得很。把油舀起倒进去，这个油要把肉捞得起，等它凝固了再来盖盖子。现在可以吃不？二十多天，二十多天，嗯，我腊肉都不用等二十多天。嗯，你看这肉，你要说没肉，这不是肉啊？肉泡烂了，我跟你说。看，在这里面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肉都出烂了，跟你说。哎呀，一定拿头出来给你们看哈。哎呀，看，看得到不？坛头肉。期待二十天以后看怎么吃。嗯。